上课了。好好，讲什么？老师进来了。今天是上华语课，所以要讲什么？Oh no！ OK， 我罚你出去外面站。再 OK， wait， 来再讲过。我姓什么？我姓什么？你不懂吗？ OK， 没关系，好，叫老师早安就可以了。老师早安。不可以这样子的，要做好晶晶，然后才 OK， 做好。好，今天我要教大家的，好，谢谢，坐下来，小朋友。今天我要教小朋友的两个字 ，OK， 就是这一个两个字。请问这两个字怎么读？怎么读啊？晚安不对。那我等。这两个字是怎么读？不是晚。不是玩，玩家子贤老师，不是玩，玩家子贤老师，早安哦啊哦啊哦，那个是什么？做东西的，对呀，这边哦，东西的，玩怎么写？错了，你少了这个一个部首。OK， 没关系，回去做，来，给老师教。OK， 这两个字呢？这个两个字叫睡觉，睡觉。OK， 好，给我做一个造句，睡觉怎么做？晚上时，我和姐姐洗澡前睡觉。好，可以模仿给我知道一下吗？好，可以模仿我一下什么叫睡觉吗？来，模仿一下。好，模仿一下，做给我看。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要躺在床那边了。OK， 好，关灯睡觉了。睡觉了。Oh no！